招呼吧。Hello， 各位好。一次比一次帅，真的是。那倒是没有了。帅不帅？哎，又见面了。但是第一个问题不一样啊，要问这次是以我们蒙牛真果粒的代言人来到现场，感觉怎么样？感觉自己变得很有活力，突然年轻了起来呢。啊，突然年轻了起来。而且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讨你欢心，我相信大家要讨你欢心，你也要讨大家欢心，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哎，第二个问题，既然是我们代言人，你觉得你自己跟我们的真果粒最契合的是什么？什么感觉？如果你要说最契合的，我觉得我们的真果粒它很有活力，然后让人看了之后就很开心，很开心。然后我希望我自己也能成为这样一个让大家见了就会很开心的人吧。哇，那就是后半句，看到肖战就会赞不绝口，对不对？我自己总结了一下，其实我觉得有这么几个特点，都是有颜、有料又有时尚态度的共同点，所以今天我相信在这个地方一定会是非常棒的一次见面。接下来一个问题，最近在忙什么？忙着在逛街吗？因为最近就是一些活动啊，或者说是一些广告的拍摄呀、什么的，然后很少有一些闲暇的时间，然后刚好有一些呢就会去这样懂了，因为出来太久时间就会去购一些衣服什么的。对，而且要买一些有营养的，比如说我们的真果粒，对不对？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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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没错了。其实要说的是难得休息，因为我觉得对于肖战来说能有一天或者是一个小时休息机会都很难得，每天都是连轴转。那也没有这么夸张。但是其实今天晚上会很忙，因为今天晚上21点要看预告一下好了，那战队今天晚上会有什么表现？非常不巧的是，今天没有那战队。今天没有。那应该可以调整一下，为接下来做准备。对对对对对，下周啊，下周日。下周日好，所以下周日各位这个时间21点守护着我们的大战队。好，既然说到今天，我觉得今天要守护你的一群人很早很早就来到现场，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下午真果粒带来的不一样的我们的一次见面。接下来我要问你一个非常认真的问题，你觉得你是一个称职并且是了解我们真果粒的代言人吗？当然。哇，这么有底气。对对对对，非常有底气。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出几道题来考验你一下， OK 吗？ OK 啊。确定哦？确定啊。粉丝品牌都在现场哦。你怎么问的，我也突然有一点。没问题的，这些问题我相信不光是你，台下就坐的各位小仙女们都非常的了解，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道题，要考验肖战的是，题目是真果粒新口味是什么？白桃树莓吗？ OK。OK， 谁 OK？ 谁来打一句 OK？ OK， 是不是？是什么口味？白桃树莓。哎，没错，这是我们的非常棒的，应该是肖战同款。白桃是非常有元气的，然后树莓呢是有我们非常多的营养，所以呢，白桃树莓就像刚才站在开场说的一样，是代表着有活力并且新鲜、非常有朝气的一个口味。没错啊。好，接下来第二道题难度加大了，来看一看第二题。真果粒现在一共有几种口味？哦，几种？哎，几种？几种？几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种，对，没错，六种基础口味加两种高端系列的缤纷系列。哇，几种？哎，没错，其实要说到了我们这个高端缤纷系列，一个是我们站展同款叫做我们的白桃树莓，还有一个非常的厉害叫做芒果百香果。其实两个口味都非常的特别，而且呢其实还有六个基本的口味也非常有营养，比如说有我们的椰果啦、草莓啊、蓝莓啊、黄桃啊、芦荟啊、芒果，这些都是非常棒有营养的。是的，对不对？所以各位除了我们的站展同款，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真果粒还有各种各样非常新鲜的水果口味。好，很棒，接下来难度又要加大了，我们看看第三题是什么题。这个题很难，只能肖战本人回答。
肖战最喜欢喝哪个口味的真果粒？那当然就是白桃子。哇，你们都知道。好的，白桃树莓，对不对？这是真的同款，而且包装也很特别，就是我们的粉色跟白色看起来非常适合各位仙女们去使用。好，接下来第四题。哇、哦、TNHXZBJK 代表了什么？我看到里面有个简写， XZ 是肖战的简写吧？TNH 好，你放心，弹幕绝唱啊，完全听不清。说得很好，再来一次。我听清了，我听清了，讨你欢心啊，就讨你欢心这么绝口。对啊，这道题看起来还是有点难度，接下来第五题会不会更难？来看大屏幕，图上的小篮球是，就是这个，他是谁？蓝莓错，它是我们的果粒种。哎，给大家介绍一下果粒种。果粒种其实很厉害哦，它自己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表情包，有各种各样自己的形象。因为每一次我们的真果粒出现，都会陪伴着果粒种，而且果粒种可以说也相当有人气。果粒种在我们的微博上也跟战战有过互动哦。好，是果粒种，想不想见果粒种啊？你想见他吗？你不去，他有 SOS， 谢谢。好，你确定要帮他？好，你都不听怎么样帮他？好，先答应了再说。先答应，哎，可见真的关系很好啊。是的，是的。怎么样帮助我们的果粒总？大家都知道，肖战其实画画设计非常厉害，而且是专业级的。所以今天我们邀请肖战在现场帮我们的果粒总来画出一个他的桃子的头套。好，好吧，没问题。有请工作人员，我们拿上画板，现场作画哦。哇哦，好。哎，多久没有画画了，现在？我吗？啊，其实你要说用笔的话，其实真的还蛮久的。但是啊、哦、，iPad 什么其实还是有，随时会画一画。对对对，就随时画一下，好玩吗？哦，嗯。那今天我们这边看到了果粒总已经跟大家见面了。其实呢，果粒总自己这边你看后面背的就是我们的桃子的头套啊。对，你可以根据你的想象，比如说用一些桃子是什么颜色？粉色，叶子是绿色，你可以来发挥一下，看一看怎么样完成它。好，没问题，好不好？好呀。哇哦，哎，你们看过正在现场作画吗？我也没有，而且我还这么近的距离，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哎，啊，我在这，什么？转过来画，那你们岂不看不见战战了？后脑勺也好看。你可以一边画一边告诉我们，你现在是在要做一些什么样的灵感在画。后脑勺看见了啊！肖设计师，现在你在做什么？我现在不是在画他的那个离家出走的那个桃子是吧？桃子头套吗？哦，这马克笔还新的，我还刚刚拆开的。是，我也从来没有在画板上用马克笔画过。那你当时画画的时候，做设计的时候，一般都用什么样的颜料？油画还是什么？就水粉、水彩什么的。哦，好，来，水粉、水彩，来开玩笑。所以水粉、水彩其实是要很是要高难度的哎。啊，其实也就还好。专业级就是不一样。没有，其实真的，我觉得其实不难，我觉得难的是想象力，但是想象力。绘画只是一个途径而已，所以有时候其实我很喜欢小朋友的画，因为他们其实没有什么技巧，但是他们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哦，喜欢那种开脑洞的画。哇，上一张你随随便便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画？
上一张吗？对，上一张就是在路边看到的一个风景，然后存在脑子里面，然后回去之后就觉得说很美，然后就先把它画下来吧。其实都很抽象，有可能就是几个色块什么的，就当时脑子里面想到的东西，然后就画下来就好。然后，除了用相机来捕捉，还可以用画笔来捕捉。对，其实我觉得绘画其实真的，它好的点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去尝试。对，因为它没有什么门槛，不是说一定要画成什么非常。画得非常好，画得非常像，它才是一幅好画。其实我觉得绘画其实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想法。对，艺术没有对与错。哎，你要不要加点小红色的一些星星在上面？好呀，因为红色代表的是你们，是由湛湛亲自把你们跟果粒总最重要的人都放在一起。啊，这是冒烟了吗？哎，对，你们现在看不到是不是还？哎，别着急，一会儿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肖摄影师完成了一幅什么样不一样的果粒总和你们。哇哦，哎，他真的很厉害啊，画的那个一笔勾勒出来的那个形状就非常的完整。好了，签上名呗，代表着是你完成的一幅给我们果粒总还有我们小仙女们的作品。好呀，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是见证肖战作品的时刻，出价准备好。好，开玩笑，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一幅肖战完成的作品，可不可爱？哇，你们也太捧场了吧。其实就涂了个颜色而已，但是很可爱哦，对不对？红色代表的就是他们嘛。对对对对对，我喜欢红色。你喜欢红色？对。哎，我们请你跟这幅画合影一张好不好？代表着大家还有我们的真果粒站在一起。来，我帮你拿麦。想要吗？这个答案无解。来看正前方的人，好 ，OK， 这幅画我们先收起来。好，我觉得这是作为肖战送给我们蒙牛真果粒的一份礼物，因为也是用他的方式把我们的果粒总放在了心中。来，有什么多人也来，我把我们的画板带去了。果粒总，哎，看一眼，再多看一眼，看多看一眼少一眼啊。好了，这幅画很好看呢。哎，其实我觉得还是像上次问过你一个问题，你自己其实说过画画是让自己可以安静下来，不需要用言语，但是可以表达自己内心的一个方式。是。哎，如果说用一些大色块去勾勒出一个你自己的形状的话，你会用一些什么颜色拼接自己？红色。黑色。白色。哦，红色、黑色跟白色，哇，这个颜色搭配在一起，其实是反差还蛮大的，都还，但是很强烈的这种对比，好，到底为什么？各位可以在之后的他的一些表现当中慢慢的揣测。是。好，既然我们已经完成了果粒总的要求，帮助他完成了这样一幅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再来了解一下果粒总，因为他今天不能来现场，所以他录一段 VCR 给你看。开玩笑，没有，果粒总没有 VCR 了。果粒总在网上和你一样有非常多的表情包，所以今天我们要有请湛湛一起来了解一下，也是人气非常高的我们的果粒总的表情包，好不好？来看大屏幕。9宫格，这就是我们的果粒总。第一张就是比赞哦，第二张是我很酷，第三张是我醉了哦。第二行第一个应该是我委屈了，然后中间这个应该是哇好好喝，下一张就是桃花运啊，这一个就是惊吓、迟疑啊，惊吓和生气跟迟疑。好。哎，如果说让你选择一个表情包来使用，你会用哪一个？你觉得特别喜欢？点赞吧。
点赞第一个那个你们喜欢哪一个？你们该说喜欢的是弟弟啊，都喜欢，对，你们小仙女都喜欢。好，那接下来这是我们果粒总非常棒的表情包，你们是不是私底下都会使用战战的表情包啊？你们最喜欢战战的哪个表情啊？等一下，这里边喜欢什么啊？都喜欢，中间是这边，我猜也是都喜欢吧。那二楼呢？你自己会用自己的表情包吗？会啊。啊，真的？对啊。之后聊天你会发一张自己的过去？我的表情包，我用我自己的表情包都是那种自黑型的。你使用最多的是什么类型的自己啊？自己用的最多的是什么？就是老爷爷看手机。也是他们拍的是吧？我忘了那一张什么时候了，反正我觉得还挺搞笑的。因为我觉得说表情包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就当然是就好玩嘛，就是不要有什么包袱。对对对，好。但我本人很有包袱的啊。你自己，我还说这话都是你自己说的，因为接下来我们现场就要有请肖战给我们的真果粒完成几个规定动作表情包的拍摄。好，你自己要记住刚才自己说的话哦。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真果粒。好的，这就是肖战代言的我们的白桃树莓。好，来，接下来哦，你准备好，我来 cue 你的表情哦。好，我要解释一下，因为你知道，不太体面的表情包配合我们的白桃树莓呢就不太好，所以接下来我要做的表情包呢还是比较有包袱一点的表情包。我觉得这句话是说给我的。啊，接下来都是非常的非常的 peace 的表情吧。欢迎拿麦来。第一个表情，肖战收到了我们的白桃树莓真果粒，好惊喜啊！哇，这么惊喜，我要为他点个赞。这么多人都看到我为他点赞，我有一点点的小害羞。但我又是一个很酷的男孩，所以尝到这么好喝的真果粒，味道应该很棒啊。好 ，OK， 这个算还 OK 吧？这些表情包，你需要有删除的吗？我回去看看回放吧。反正都拍下来了，帅不帅？哎，而且我觉得你刚才，其实我觉得就像我说过的，我们的真果粒是有颜有料，而且很时尚。各位女生，这个颜色其实拍照的时候也可以作为自己一个时尚单品，我觉得。好不好？好，来，我们请工作人员拿上，收回我们的真果粒。各位又有新的表情包可以使用了，对不对？害羞了。有一个问题啊，果粒总是男生还是女生呢？这个问题问得很棒，在水果的世界当中，好像不分男和女。果粒总就代表着，你觉得你啊分啊，你们硬要抬杠是吧？果粒总他在女孩子的心目当中就是一个非常帅气的男孩子，在男生心中就像你看你画那个气球一样，就是一个粉粉的小女生啊。对，他是随着不同人的眼睛看到不同的角色。明白。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完成下一件事情了。这件事情刚刚我们上面我们都是在为果粒总来完成他的任务，接下来要完成一个你跟他们的任务。好，各位，我们接下来呢要进行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叫做桃粒故事赞赞赞的活动。因为呢我们接下来会让肖战来发布一段故事的前半段，我们邀请现场所有的朋友带我们的话题讨你欢心赞不绝口来发布微博，创造后半段故事。我们看一看你们跟肖战是不是心有灵犀，是不是他心目想的那些后半段的故事。好啊，什么你可以聊，
没有网、啊、那你们可以回家再发布也不迟的。记下这个话题，听好我们的故事，因为我们的故事前半段在活动结束之后也会发布在我们的真果粒的官微上，所以可以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在有四季的时候。嗯，好吧，接下来故事你来发布喽。好，前半段在这一边。哎，好，准备好了，各位，嗯，一起来聆听。慵懒的躺在沙发上，准备开启周末，被敲门声打断了此刻闲暇的思绪。你打开门，发现门口放着一箱真果粒白桃树莓，而这个音乐好舒服。还有这一句，上面写着“周末愉快”，心想着是谁在讨你欢心？拿起一瓶喝了喝，美妙清新的口味，真是赞不绝口。接着你会，好，接着你会，嗯，这就是站站为大家留下的后半段，需要你们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想象，然后发挥自己各种各样的情绪，都可以补充的后半段的故事。我再来重复一遍，各位听好哦，故事是这样子的，故事在下一张手卡好像。故事是慵懒地躺在沙发上，准备开启周末，就像今天一样，被敲门声打断了此刻闲暇的思绪。你打开门，发现门口放着一箱真果粒白桃树莓，上面写着周末愉快，心想着是谁在讨你欢心。拿起一瓶喝了喝，美妙清新的口味真是赞不绝口，截止你会。好了，故事发布完了，请各位带我们的话题叫做讨你欢心赞不绝口，把你想的后半段的故事可以发布在你的微博上，并且我们前半段的故事也在蒙牛真果粒的官微上已经发布了，如果你想对它进行点评评论，或者在底下就直接发布你的故事的话，都可以去到我们的官微上进行一次活动，看一看你们心里想的是不是跟战战想的一模一样。你给个方向好了，如果你想的话你会怎么样，提醒一下大概就喝呀。哎，也不管谁送的，拿来就喝，这个是不是有点意思？因为你看到了真果粒白桃树莓，就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唯一的想法就是我要喝它。哎呦喂！看到它就觉得我还等什么，立马去品尝它带来的新鲜好滋味就可以了，是吗？对对对对对。哎呀，好棒啊！所以这是正的想法，你们也可以开脑洞哦，想一想这一瓶、这一箱，你们要怎么样的跟大家去分享？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么好喝的我们的蒙牛的真果粒，当然要跟好朋友们一起分享，让更多的人知道，啊、是肖战代言了我们的白桃树莓。是是是，这是我的方向，每个人都不一样。大家还是那句话，带我们的话题讨你欢心赞不绝口，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到微博当中，看一看你的心情是不是跟我们也一样。好，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还是跟大家有关系。我今天其实在上微博的时候查肖战这个名字出来很多，其实大家都是为远道而来，为今天这个活动来的朋友们。我看到有一个是沈阳来的朋友说，高铁快开了，我必须上这一班，因为站站在等我。我想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都从哪儿来的？哎，我知道很多地方，上海有多少？好、哦，有差不多一半。有从北方来的朋友吗？从哪？这边是哪边的？北方的？啊，北京。还有哪儿？啊？哈尔滨啊？哎呀，暖和吧这边。好，我们再问问有没有从更南方的地方来的朋友？哪边？啊？深圳啊？深圳。有从重庆来的。我也想问这个问题。重庆呢？有吗？啊，一个，两个，啊，屈指可数。啊。看来重庆的火车票不好买啊。好嘞，我相信首先要谢谢这么多远道而来的朋友们，因为今天的我们这样子的相见方式非常的不一样，要让肖战在现场这样的互动，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其实在今天活动开始之前，我们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环节，就是邀请所有的小仙女们在入场前写下他们特别想对你或者是对我们的果粒怎么说的话。
我们看一看他们在入场前都是怎么样认真的把这些话写下来的。来看大鹏。先把掌声送给自己好不好？真好。嗯，我觉得就看到大家就觉得很有正能量，嗯，我觉得很开心。而且我觉得他们每个人你看现在我们看下去每个人都是笑脸盈盈的，就像我们肖战在开场说的一样，和我们的白桃树莓带来的活力是一样的。是的是的。嗯，虽然说天气可能今天在外面有一点点冷，但是来到我们内场之后发现姑娘们，冬天呐、啊，好嘞。虽然外面天气有点热，但来到现场发现更热，对不对？但是还是要注意，对，注意身体，对，不要感冒。哎，你也要注意休息哦。好，我觉得其实每一次大家见到肖战，都会有千言万语想跟大家表达。你们最想对肖战说的一句话是什么？这件事情他努力完成，穿秋裤，好，可以穿秋裤的时候再喝个果，我们的真果粒啊，又时尚又保暖。啊，对对对对对对。好，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有对你想说的话，或者是祝福，或者是叮嘱，或者是他们的疑问，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次幸运的选择，我们要有请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信箱，从当中抽出两封。看一看是谁的话会在站在面前被站在亲自发表。哦、oh. ，来吧，请工作人员拿到我们信箱，这就是你们在开场前所有人写的信都在里面。好，我们一封一封抽， oh. 现在抽一封。好、oh. oh. oh. ，好，好，会是谁？会是谁？三二一，五，好，好，我来帮你看。好，这一位署名叫小飞侠，哇，这里全都是小飞侠。这位叫小飞侠的代表，他说：“肖战，有幸认识你，了解你，你自己读那三个字。”喜欢你。谢谢你一直不断的努力，做到最好，鼓励激励我们和你一起走过自己的生活，做更好的自己。希望你身体健康，顺利平安，开心幸福，演绎更多你喜欢的角色。也有时间要多休息，享受生活，陪伴家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署名小飞侠。谢谢谢谢。哇，甚至祝福哦，希望你可以真的像大家说的一样，越来越多的时间去休息一下，陪陪自己的亲朋好友。会的会的会的，有休息时间其实就还是正常的生活呀，就逛逛街什么的。照顾一下你的猫了，很久没见你了吧？对对对对对。他们还好吗？挺好的呀。挺好的。啊？猫在家等，那不然呢？好，这是第一封，我们看一看第二封会是哪一位小飞侠？好，来，是谁？会是谁？是你吗？还是二哥朋友？二一。好，这一位，嗯。哇，这一位好、啊，这一位也署名啊，也是小飞侠，给赞哥，希望赞赞天天开心，在上班的时候最闪光的赞，哇，这写的棒，下班的时候可以是最无忧无虑的赞，小飞侠们永远都在呀。要不然你最后一句，好，你依然是肖战，你我们依然是小飞侠，比心，谢谢谢谢，好嘞，哎，两封信，有没有收到你们心里想对肖战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应该在里面都会写到一句话，就希望你
开开心心，健健康康。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比更多千言万语的祝福更来的实在。对，我觉得每一位都是要注意身体，要健健康康，顺顺利利，我觉得这就够了，就够了。而且年末了，然后要整理好自己，总结好自己，为明年继续去出发。嗯，其实要说到刚才里面有个问题，说希望站站给到更好更多不一样的角色，是不是要开始为下一个角色做准备？对，其实一直在为下一部作品跟下一个角色做准备。还是想严谨一点，或者是说走得稳一点吧，所以一直没有很着急的，对，一直没有很着急的去下一个决定，还是想在有更好的作品呈现给大家。好，所以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好不好？我相信对于肖战来说，他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各种各样自己想去诠释的角色。我觉得在将来应该会有越来越多不一样类型的作品，大家可以看到被他诠释。我觉得演戏对你来说真的应该是越来越多的不一样的新鲜感的出现，因为你看我们看到在音乐当中他的各种各样的尝试的，演戏应该接下来也是像音乐一样有各种各样的角色。对对对，我觉得说其实每一次都是成长的，都是学习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每一次我觉得每一次自己其实在进步就好了。好，慢慢来，不着急。对，好，既然说到了不着急这件事情，我相信台上的各位应该很着急，着急说怎么还没有抽到我的信，我那句话会不会被站站看到。所以接下来我们呢，其实除了各位现场的朋友们，我们在我们的微博当中，在活动之前也进行了一次留言的征集，要征集一些在线上可能没有机会来到现场的小仙女们特别想对肖战或者对我们的甄果丽想说的话，看一看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发自内心的话想跟大家来诉说。一起来看大屏幕。好，哇哦，小仙女的留言，必须要买白桃树莓甄果丽，希望小赞天天开心，希望果丽越来越多人喜欢，祝福肖战先生越来越棒。哦，这边是拿我们的白桃树莓拼出的，应该是肖战的名字。哇哦，桃李欢心为你而赞，愿大家越来越好，不开心了就喝甄果丽白桃树莓，可以治愈世间一切疾苦，就像肖战一样清甜细腻温暖人心。你们都是文科生吧？哎，你自己看到过让你最暖心的小飞侠们的留言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最暖心的，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不需要很浮夸的一些言语哦。我觉得其实就是顺顺利利，然后健健康康，天天开心就好了。这是我觉得最真诚的祝福。哦，简单但是也是最直接、最暖心的。是，就天天开心啊，四季开心，祝您每天都开心。快过年了，比如有人祝你恭喜发财，这些你会开心吗？也还好。我觉得他祝你恭喜发财，你也不一定会发财啊。你也是真实在。好，接下来我们分享几条我们摘取出来的，就像你说的，真的跟你讲的还一样，都是非常简单直接的，来自我们微博当中的粉丝朋友们要跟你说的话。好，来听一听这一位小仙女的留言。讨你欢心，赞不绝口，希望小果粒口味做得越来越棒，销售卖得越来越好，和肖战一起携手共赢吧，小飞侠永远支持你们 at 甄果粒。哎，这个也是很直接的祝福嘛，销售越来越好，对不对？第二个留言也是小仙女的留言，讨你欢心，赞不绝口，甄果粒超好喝，祝甄果粒红红火火，一直大卖，祝小赞平安喜乐，身体健康，开心每一天。肖战代言甄果粒白桃树莓真的超级超级搭，甄果粒超有眼光，谢谢你们对我们的肯定。谢谢谢谢。哎，我觉得其实他们说的都是很直接，不管是对于我们甄果粒来说，还是对于站站来说，都是用最直接最简单大家可能平时都会讲到的话来祝福你。对对对，我觉得这就跟你的性格一样，就是很直接，也很对，很乐于跟大家去分享。是是，因为我就觉得说
都是人嘛，然后不然嘞，就都是很要，就是大家都要生活，是，所以我是觉得说，生活的每一天还是开心比较重要，就像我们看到了榛果里白桃树梅一样，就是非常的有活力，很开心，好棒啊！好，既然这么有活力，我们也看看吧。其实我们刚才只截取了在大屏幕上看到的是我们的一部分，其实还有非常多来自网上微博的留言，我们一起也请笑笑来看一下，来看大屏幕。虽然可能看不清上面的每一个字，你去玩了。我们就是告诉你，我们就是要告诉你，有非常多的留言，希望你有空可以点在底下看看大家对你的留言。好的。有很多，因为我们的消息一放出去，我们的那个官微的转发率、评论率真的是像爆炸一样，在上面非常多的人。是。对。对对对，其实也很想跟大家见面，但是其实我是觉得说有一个安全。这是最重要的，让大家就是安全第一，然后开开心心的一个最舒服的见面方式，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非常的重要。是，所以今天也要谢谢我们的蒙牛榛果粒，为大家打造了一个这样近距离，并且可以舒舒服服坐在座位上，而且还收到了我们的礼袋，对不对？也要谢谢我们的蒙牛榛果粒，为我们带来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体验的环境。所以接下来在众多的留言当中，我又截取了两条，让大家来分享一下。好，这一位同样叫做小仙女留言，讨你欢心，赞不绝口，朝气与活力的碰撞，欢心与美丽的启航，愿榛果粒与肖战越来越好，在今后的每一天都赞不可言，白桃树莓真的太好喝了，希望榛果粒大卖。好，这是第一条，还有一条小仙女留言，这一条真的每想你一次，你说什么声音？每想你一次，就喝一瓶榛果粒。你猜我现在已经喝了多少瓶了吗？愿榛果粒陪伴我度过每一个想你的日子，我们一起变得越来越好吧。也祝肖战事事顺利，事事顺心，祝榛果粒大卖。我们好喜欢他呀，因为他应该我觉得就像他们一样，24小时都在想肖战，是不是？每想一次就要喝一瓶。哎呦，好了，谢谢我们的小仙女小飞侠对榛果粒对肖战的支持。我觉得其实还是那一句话，就像战战说的一样，希望大家时时刻刻保持活力，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因为又到年末了，大家可能在年末的时候又要盘点很多，比如说我们的上班族要写工作报告，很多的，比如说在异乡漂泊的我们的孩子们都会想说，在一年当中我要回家给父母给朋友们带去什么样的消息，什么样的礼物。所以我觉得带去活力，比如说去带回去榛果粒分享给大家，健康快乐是一个选择。但接下来战战要不要给他们送上一些你的祝福，因为到年末了，又到了一年大家要总结的时候，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开心的给自己做一个总结。其实你说总结，我以前也会做，就是工作总结。怎么幻想？对，以前要写报告嘛，其实就是把你一年当中两个标准列出来吧，一个是你前一年给自己的期望，这一年有没有做到，然后再列一个表示自己这一年的不足跟这一年的突破，然后再列一个表是明年你自己给自己的目标和你自己还需要进步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大纲只要列出来之后，细节就往里填嘛，其实就会很清晰。因为很多人在写总结的时候找不到地方落笔，但其实我是觉得从大纲先入手。哎，我怎么变成一个讲座？我觉得不是，我其实一开始想说你送一点祝福给他，没想到你真的说，我其实在把大家可以打开 PPT， 然后分两页。对不起，其实就是大家明确自己的目标，然后怎么还是不对？就是祝大家天天开心。好，我延伸一下你的话题啊。
如果说让你给自己写一份工作报告，你觉得你到今年年末完成了这一年当中给自己的期许了吗？我觉得其实超过了我前一年给自己的一个期许。对，所以超过的这一部分我把它总结为感谢。感谢。对，因为这是多得的，其实这是一份幸运。所以就好好珍惜这一年的收获，是，然后明年继续制定一个目标，然后踏踏实实的走下去。好，掌声送给郑亮。我觉得我没有想到郑亮会说超出那一部分都是感谢。对不对？对对对。那大范围预测一下，接下来明年最想给自己许的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一个大的一个方向是什么？顺利。顺利。哇，很实在哦。对。我其实一直特别想问你这个问题，因为今年对于郑亮来说是非常幸运的一年，让这么多的朋友认识了你，对，也有更多的机会去让大家看到你的作品。感激是最重要的。是，我没想到第二句话是顺利。对，其实一直以来对于我来说就是要顺利。我觉得顺利比一切都重要。都重要。踏踏实实的走到每一步。对。 OK， 好嘞，再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肖战，接下来的新年一定会充满活力，踏实开心健康的度过每一天，最重要。对，就像我们的白桃树莓坚果一样。好棒。好了，既然要顺利，那接下来我们就希望各位今天也是顺利可以得到幸运的那一位小仙女。我们要有请肖战现场来抽出三个座位号，来送出他自己代言的我们的榛果粒白桃树莓一箱哦。来吧，有请工作人员来到我们抽奖箱，哪三位想要亲自抽出这个号码，你们把票都拿出来看看票根。第一位，我们一个一个来，第一位会是谁？3、2、1。1楼6排3座。哪一位？正中间就是你了，恭喜你。第一位，恭喜。第一位。好，第二位是谁？我会是哪一排？3、2、1。1楼19排37座。在哪边呢？19排是哪？可以招招手吗？哦，那边那一位，中间那一位，恭喜你，恭喜你。好，恭喜。好，两位，最后一位，最后一位喽。看谁比顺利的拿到这一份幸运。21楼，9排22座。1楼9排22座，应该是在中间里这一边吧？谁呀？啊，好，这一边，恭喜。好嘞，这三位，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1楼6排3座，还有我们的1楼19排37座，以及第三位1楼9排22座，恭喜三位朋友。恭喜。哎，在我们的活动结束之后，在舞台左侧可以去领取一份跟肖战一样非常有活力的我们的榛果粒的白桃树莓一箱，回去跟你的好朋友来分享。啊，我觉得好棒，今天这样子一个分享。是，周末的时光就要跟最开心的人用最健康的方式去度过一个下午。对啊，我今天周末了。2楼的朋友也不要气馁。也不要气馁，我们的榛果粒有可能，也有可能啊，我觉得说不定哦，还会有这样的方式跟大家来见面。对不对？好，最后我们邀请肖战跟大家一起要完成一张大合影啊。各位坐在座位上，可以，你们可以把这些手幅啊，或者是你们比如说想给战战送的礼物都可以举起来。我们邀请摄影师来到舞台，跟所有现场的朋友，2楼的朋友们，你们也在原地坐着就可以，我们会把场灯都打开，每一个人就用你们最有活力然后最健康的笑容跟战战一起完成一张大合影，好不好？好，来，战战我帮你拿麦克风。哎，好，谢谢。好，你要背对的，你可以去，小心啊，小心。好，我们请摄影老师来看一下这个镜头 OK 吗？快，各位，你们的手幅都给举起来，就在座位上坐好哦，准备好啊，我们一起来喊榛果粒好不好？3、2、1。代言人是肖战。再来一遍，3、2、1，榛果粒。代言人是最帅的肖战。OK 吗？
谢谢我们的摄影老师，然后再次谢谢站长，最后跟大家送个祝福吧，再来。还要送啊？难得的机会啊。其实没有多的什么要说的，千言万语其实说过也很多了。没听过是吧？你看。好，其实就是祝你们天天开心，四季开心，每一天都开心，谢谢。唱歌，上一周的周末晚上21点，东方卫视。我们的歌一定会唱歌啊。好，对不对？再一次谢谢我们的肖战，也希望各位可以带上我们的话题讨你欢心，赞不绝口，把现场所有的我们的活力健康发布到我们的网上，不要忘记我们在官微已经发起了一个肖战的前半段故事以及你的后半段故事的征集活动，希望各位可以把更多的快乐健康以及肖战的祝福带给所有人，再次谢谢我们代言人肖战，谢谢战战喽，拜拜，谢谢战战，辛苦了，谢谢战战。好了，在这里呢，要再次谢谢我们现场的。